你的脚步，今日在。我去看嘛，我第一次。要来苗栗南庄啊，天然地气的乡下日子。看嘛无？发现高血压要几年了？来这偏僻所在吼，拢是一个寡老伙啊。啊，尤其咱这偏远地区的，拢是做山的工过，农夫做田人。啊，因为交通不方便，啊，无时间都载这老伙啊出去大便。都不要讲，用挨的，那么痛啊！以前咱的人力会以前较少，他才点了来，他这个我甚至为难不了解，这是本来做的工课啦，有责任跟使命啦，不做命哩，哎，驱使我们的心要去完成我们的责任跟使命。你人安那？也肥了吼。当时开始。做鱼。做鱼了。做鱼了，唔是长了，较少岁吼，你卖卖要逞强。今年五十岁以上吼，你肩胛头疼，五十坡线的人。哦，安尼哦。六七六十六年七月开始，当来开这个诊所。啊，伊目的是讲吼，开这个诊所会当吼，当来故乡照顾阿妈，照顾较会到。啊，搁再来，听照顾咱家己厝的人，甲这故乡的人。这里。哦，够疼。哦，哦，都生，哦，都生，哎，过去啊，有无？哦，都差较济呢。对啊。系啊。阿妈是七早啊，真瘦哦，所以条平病是交加的，病拢无法度看医生啊，啊，就算拖啊拖啊，拢变慢性病。我知道之后，我阿妈拢一工要破病，啊，拢叫咱遮的西医来看，去咱兜看。才走只落来啦，走脚头乌啦。对啊对啊，即马脚头乌就强。对，即个疼，肯定脚头乌去。我即来注射啦。用注射吓。嘿，这是增生疗法。无力固醇，啊，是啦，因为迄当阵嘛真贵啦，再看一届病，王信啊，一届头两百斤切啊，哦，安尼当恁挂切啊一分地，啊挂头五百斤至七百斤尔，啊挂六组，啊挂爱工，所以有若趁唔食面嘛，所以当时啊拢甲医生算账，甲该挂掉啊，切啊未了再用这个药，因为无钱唔得无法度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。啊！医生在咧看病啊，啊，我着搁食整理内底遮个药啊，啊，甲挂号。啊，这药着是爱安尼看，无够爱补落。药啊，大部分拢知啦，伊较早开个我拢知啦，即摆嘛知。提啊，侪年啊，我逐个嘛咧提，拢啊我咧提。即足久啊，前阮开业甲单拢无过换，对哦，八月呢。这就是 F 诶，头我嘛唔知伊写 F 诶是啥呢？爱着讲诶，较早是拢艰苦人啦吼。伊吼看病毋是干呐看病尔了，伊阁像阿咧家庭访问安尼啊，安尼共问，啊若有较艰苦诶吼，伊拢一律拢甲写 F 诶。啊亲戚嘛共款，这啦，注射吼，注射这嘛拢免费诶啦，啊这拢五十块尔。因为吼陈医师吼对环保菩萨拢足。很注重的，因为环保是思想爱，受足疼惜的就是环保啦。啊，伊若来，伊讲伊无法度做嘛，做师傅的脚手啊目睭，伊捌安尼讲啊。目睭的病、耳的病，拢是血管病。你即个血糖升低，拢是征兆，安那征兆你知道？拢有在验啊，我拢。无一定哦，你有当你也未赴去验啦。啊，注意吼，注意吼，吼循环，啊，搁做各个目睭的眼底。我定个患者讲。找医生是种缘呐，啊，我较早讲，医生缘主人好，医生缘才主人好。有诶吼，甲放回就较好个。中西医都有不足的地方，也有他们特点。西医有西医的缺点，中医有中医的缺点。我是要把西医不够的地方，把拿一些中医来补上去。为什么？真的很有效。我到国民校毕业吼，甲初中这站吼，小五年的中间吼，拢在做田啦。阮这人做真侪田，
啊，人甲人放盘啊，是哎，放盘你知影，就是讲我甲人做，啊，伊甲人做，这个工资才互相补补来补去，啊，我哩才啊，做过臭过啦。这种番薯上简单个啊，甲点落去就发啦，照够大个，啊，若肥伊个水吼，才前几个月就用万尔。刚才毕业咯，廿十四岁，啊，我十九岁才读夜补个，我暗时啊，人讲。到九点来，遐咧人咧田咧耍嘛吼，啊拢爱爱迄牛爱食草，无你无啥个食。饲到九点外，日头吼，把月亮星星当太阳。做梦嘛唔敢想，敢那想哪会好？有想啦，啊想到迄阵都无机会。日子足艰苦，因为拢咧读册，你知影？我四五囡仔拢毋捌教错呢，拢专心互伊读册。啊伊嘛读甲足辛苦的，散无钱读册足艰苦的，搁欠。伊是名足欠的，我去台北去十外年，心阁无背，迄是我足感恩的。好了，慢慢就是现烫啊，就要食咧几下去啦。慢再熬过，我定反正讲感恩你这几十年来把信任我，我这后趟我生活到今仔日，啊若无恁我，我嘛无法度生存。所以我医病关系有诶，患者送物件来，我唔好安尼。我你个信任我，我就感觉足感恩啊！我感恩你啊，唔是你感恩我，伊嘛讲讲，我嘛感恩你，啊，就互相感恩，讲就安尼，才有价值啦。人生就爱创造价值。你理解人间生活一切，都是爱安尼来维持。所以气化进食。较早药师经那种要开始啊吼，那个法华经是每天早上都是这样。即使我头脑不好记不起来，像上人那么年纪这么大了，对弟子这么用心，他要准备要做笔记。如果我能够陪伴他，我自己也良心比较过得去，因为他老人家为了弟子慧命的成长，他就这么用功来教导你。虽然我们进步不那么好，但是我也是尽一点孝心呢，陪伴他。我常常在想这句话啦，没有过不去的苦啦，有想不到的福啦。没有过不去的苦，就是讲每个人都有逆境的时候嘛，就是那个是苦的来源嘛。早期真艰苦的时候，讲实嘛，为了生活嘛，吼。但现在老了吼，老当然较无遐好啦。但是嘛，要会做的时阵，我尽量要做，因为上帝嘛在鼓励讲，啊老你来去五十岁寄银行，你还剩呢？我即马三十几岁呢。走几年，一年假如12次的话，20年200多次了。我对你靠不行就对了。我对你靠不行，你真的讲不行。来培训慈诚委员的时候是93年，那我91年啊，92年都加入了联会，那时候就来，那后来继续好几年，那时候是我和技师两个。苗栗一条船往二十年啦，恁一直能原则上这个地方哈没有遵守，我们再去。如果有遵守，我们就签了，因为我们那个是唯一村一样，我们是去补他们的不足。啊，所以一等我去啊，超到迄间去温水，要去三年。啊，我离开吼，遐反正拢会哭呢。啊，我嘛会流目屎，因为在那里有建立感情。师姐，这是我们陈医师。好啦，他上次。哇，这么多师姐，山里头啊，没有什么很好的。对，你住久了，这么远啊。你住久了，我们感觉到很好啊。你看，青山绿水，我多你3岁啊，你记得吗？嗯，我比你多3岁。你比我大3岁啊？对呀，差不多84。一般都是老病，老都是因为血管硬化引起来的，心脏或者是高血压啦。啊，脑退化了，还有腰酸背痛也是老人病嘛，这个最多。那么痛啊！来，走看，起来，站起来，好，因为比较好爬。走路是吗？嘿嘿，因为比较好。
少啦。啊，迄手会麻无？啊，嘛，阮下肩胛头在酸嘛吼。豆饼在酸吼。外伤了，脊椎什么？今天两个叫脊椎外伤，一个是脑性麻痹的，那个就是一辈子的没办法好的。但是我们去可以给他安慰，我们是当然没办法把他医好，但是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每次很高兴，为什么有人在关怀他？因为那是去吴一村或者是那个乡村的比较偏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啊，因为死是拢爱去铲的啊，所以这老伙仔吼，拢你反正去拢无死死伫田埔边嘛，拢去做工课。啊，咱去的时阵，因嘛无伫田埔边啊，无拢拢家己拢家己念嘛。啊，所以阵吼，咱去甲安慰一下。哦，啊，你这个脚，这都要有时候吼要检查，小便看看有没有坏。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。如果没有众生的话，没有办法成就菩萨了。因为菩萨是要需要有困苦的人，他才有机会去付出嘛。医生如果没有病人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成就医生。梅花寒中开，悲心苦中来，快乐从付出中得。我常讲，我做好医生，后盖我甲患者讲，有一天我死掉的话，人家给我说啊，这医生袂歹，我就记得了。我就做这块医生，